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修学《华严经义海百门》五十九页。无自他者，为尘是缘为他也，心是因为自也。今心不自心，必待于缘。既由缘始现，故知无自性也。又尘不自尘，亦待于心。既由心方现，故知无他性也。好，那么我们第二门实际练机门呢，第五个一类呢是谈这个无自他，也可以算是《金刚经》讲我相人相我相人相他就是人相，就别人嘛，别人自己跟他人也就是一种对立呀。也就是这自他的对立，自他的分别其实这是不存在的在一真法界法界缘起的这个真实实相观里头呢是没有自他的分别可得那他现在开始来分析首先先定义什么是自，什么是他那么因为法藏大师呢，他是要来谈这个一围城什么都是用这个一个围城来谈一围城，所以呢他就讲什么是他当然就是一围城这个城呢是我们所缘的对象嘛是缘是一个所缘的对象是一个外缘所以呢这是外嘛，就是他对我们自己来讲一个围城当然就不是我们自己是别人围城比较小半，我们就讲说一颗石头好了大一点比较清楚一颗石头一本书这个就是所谓的他不是自己嘛我打石头你不会痛对我打这个书本你不会痛这是他但是我打你的脸你就会痛因为你觉得这是这就是我好，所以尘是他是缘是外缘是他，这个就是一围尘指外在的这些尘相尘境。那心呢就是因是自是因为自，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会认识一个法，我们会知道一个法呢，就是要有心有缘也可以说这个心就是能啦，尘就是所啦当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法的时候，一个是能知道的心嘛另外一个所知道的一个法比如说刚才讲的石头石头是被我认识到了，被我知道的这本书是被我认识到了，被我所知道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法也就是所谓尘，这个就是所知这是一个外缘。那你要一个能知的主体能知的这个主体呢这就是因因你能够知道，你能够知道这一切法，最主要是因为你有心嘛你不会说石头知道桌子，石头知道椅子，对不对？
啊，你也不会说木头知道桌子，木头知道椅子，不会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木石无心，木石无心，所以呢，我们这个能知道这件事情呢，最主要它要有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这个心，这个心。其实啊，常常有人会问我们说，哎呀。师傅啊，这个青菜水果也是生物啊，对不对？也是生物啊，那有生命的就不能吃啊，那你是不是蔬菜水果也不能吃？那其实就是说，其实佛教讲的这个吃素，主要是说它有心事啊，你打它，它会痛啊，它会起烦恼啊，这个。哎，我们说所谓的有情啊，有情众生，有情就是有情事，有这个心啊，所以这个他会感知到，他会感受到，这个就是心啊，这个是因啊，就是自己啊，自己啊，所以首先我们先来定义自他啊，自就是最主要，自就是自己能够去感知认知的这个心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啊。那什么是他呢？那就是被认知的对象，这些沉静，这些沉静就是所认识的对象，也就是缘呐，因跟缘和合，就能够产生这个认识的作用，可是进一步分析呢，他说今心不自性，必待于缘。也就是能认识的心啊，其实它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存在，必待于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所认识的对象，假使一切的沉静都消失了，假使一切的沉静都消失了，也就是所有的认识的对象都没有了。那你那个能认识的心要干嘛？你没有什么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你认识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你了知的。那个东西还，那个所谓的能认识的心还能存在吗？不行了。也就是说，能跟所是互相依缘的，互相为缘。互相依赖的，能必须依于所，所也必须依于能啊。也就是能不，所谓的能，它不是自己可以能啊，它必须对于所，它才叫做能。如果没有所，它就不能叫做能了。那所呢？所也不是自己，它就可以成立所，它必须要有能啊。它才可以变成所。再讲简单一点呢，这个就是说，今天呢，一定要有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不是？我们常讲嘛，一个愿挨，一个愿打，这个打人的事情才会怎样？才能够成就，是不是？你想打我不想被你打，我溜溜啊，我很会溜啊，我跑不掉，跑掉了，你打不到我。对不对？那你想打，可是没有人可以被你打，你就没办法叫做打人的人，对不对？那你想要被打，对不对？你到了极乐世界说啊，赶快啊，谁来打我啊？诸善善人，看你们谁来打我。没人想要打你啊，所以也没办法成立打这件事情啊。有人想被打，就没有人要打他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互相成就的。所以心呢，表面上他说：“哎呀，我好像我有一个心，我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不是的，你会能够怎么样啊？除了要有心，还必须要有你的外缘条件啊。除了要有心，还要有外缘条件，你才能够去成就说，
哦，你认识到了，你了解到了，哦，你感受到了。如果没有外缘条件呢，可以说你的心已经就不存在了啦。啊，就我刚才讲的，所认识的东西都消失了，那这个能认识的要认识什么？啊，所以能不自能，心不自心啊，是不是？啊，其实这个应用起来非常广泛的、啊，啊，譬如说这个输跟赢啊，今年你要赢哈、啊，你想要赢对不对？那必须要有一个人输哎、欸，也就是说你今年的赢是建立在什么？另外一个人输，对不对？最常我们要打球，对不对？打球啊，不管你打什么球啊，打棒球、打网球、打桌球，对不对？简单讲啊，你的赢呢，就是建立在别人的输上面嘛，对不对？啊，那你的输呢，就建立在别人的赢上面。这就是输跟赢，它是必须有两个啊相互依存啊才能够出现。所以赢的人呢，你他也必须感谢输的人，因为如果他没有输，你就赢不了了嘛，对不对？啊、哦，那输的人呢，他也要感谢赢的人啊、哦。那其实这个劳方跟资方也是啊，劳方跟资方，对不对？资方能够造赚钱，如果没有劳方，资方怎么赚钱啊？是不是？啊、哦，那劳方也要感谢资方，因为如果没有老板，那你想要打工也没有机会哎，是不是？啊、哦，如果没有老板，如果没有金主，你想要打工也没有机会。所以我们就是要看到这个互为因缘啊。同样，亲子之间啊，哎，老爸，你不是自己就可以当老爸，像我就当不了老爸，对不对？我也可以说我当很多人老爸，我都是大家的，大家都是我的法子嘛，对不对？哈、哦，要我传佛法给大家哈、哦，大家就是我的法子啊、哦，好，那也必须要有人愿意来听课啊，如果大家不愿意来听课啊、哦，所以我常说亲子、师生、老师跟学生，这都是互相依缘的啊。哦必须靠着他人而、欸、成就，所以都没有自信嘛，所以、心不自信、啊、必带于缘、啊所以呢、因为要缘才有这个心，所以心就没有自信、这个没有自嘛，因为心是所谓的自嘛、所以心、并没有真正的心、啊、所以就无自信。反过来诚也不自诚，就是他没有自信之诚啊、不自诚就是没有自信之诚，没有自信独立存在的诚相。今天呢，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呢，它之所以存在还是有意义，是因为有人看到它了，有人知道它了。今天我讲啊，譬如说我是。最简单就是说国王的新衣啊，国王的新衣就是怎样都没人看到也没人摸到啊，对不对？所以有没有你不能说他有啊，没有人可以看到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东西，你能够说它存在吗？不行。也就是说一个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能认识的心啊、其实这个就是在讲现在的什么叫做量子力学啦。现在量子力学就在讲这件事情啊、他就在说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说一个法它必须要有观察者，这个法它才有办法呈现出来。可是我们过去不是这么认为，我们过去会假设一种情况，就是宇宙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什么有宇宙了，大家懂吗？我们会以前就是认为说哦，
这个多少万年，哎，这个地球已经有多少了，有多少亿年了，多少年了，然后那时候是没有人类的这样子哈。可是其实这个是某一个时代，但是如果到了量子力学，就是说，其实如果就算说真的啊，人类还没有出现，真的有宇宙的时候，那是也是人类在这个时候去解读在人类之前的宇宙啊，听懂这个意思吗？哦，如果人类始终从来都不曾出现在这个宇宙，那就是比如说这个宇宙就是蟑螂的宇宙，就是老鼠的宇宙，如果人类都不曾出现在这个宇宙的时候，那你想想看，老鼠所认识到的这个宇宙跟人所认识到的宇宙跟蟑螂所认识到的宇宙会是同样的状况吗？啊，或者是一只蚂蚁所认识到的宇宙会是同一个状况吗？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人所了解认识的宇宙完全是谁啊，是我们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啊，可以在某个角度来讲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所认识到的宇宙跟蟑螂蚂蚁所认识到的宇宙是大家可以想象应该是蛮不一样的，对不对？哦，可能像蚂蚁它就不会有花的概念，对不对？哦，也不会有它在蚂蚁的世界，我们也很难去想象它的世界啊，是不是？哦，他也很难来想象我们的世界，哦，不要说我们了，啊，你看，就是说这个鱼啊，他就很难想象在陆地上是什么样的情形，对不对？哦，那因为人是可以潜水，但是如果比如说老虎、狮子，他也很难想象在水底下的那些珊瑚啊，还是那些鱼类啊，是什么情形？对不对？所以你的世界在，如果你也就是说没有那个能认知的心的话，是没有办法去谈他那个宇宙是什么。没有那个观察者，没有那个观察者的时候，你不能说宇宙是什么东西。所以到底是宇宙创造了人类，还是人类创造了宇宙啊？大家懂这意思吗？这个其实不是有一个绝对本来就存在的宇宙，也不是本来就有一个自己可以存在的人类。可是现在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宇宙是宇宙，我是我啊。这个其实就叫一正二报嘛，我就是正报啊，那宇宙就是这个环境就是一报嘛，对不对？我们特别说我们现在讲的新冠病毒好了，新冠病毒是人感觉它叫做新冠病毒，对不对？但是其他的生命体呢，它会不会认为它是病毒？不会啊。他可能认为新冠病毒是他的什么好帮手啊？为什么？人死多一点呢，可能有一些，有一些生命就可以吃人啊，听懂这意思吗？所谓的吃人就是说，就或者是说，譬如说，你看嘛，现在河流比较干净了，对不对？河流比较干净，污染比较少了。对其他的这些鱼啊虾，他们是间接的得到新冠病毒的帮助了。为什么？因为人少很多了，所以河川比较干净了，所以是我们人觉得它叫做病毒，可是其他的生命体并不会觉得它是病毒啊，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是对我们好的，可是对其他生命体可能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威胁啊，是不是这样子？
好，所以说，哎，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去认识到说，所谓的这种自他啊，它只是一种什么相互依缘啊，并没有真正的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真正的他啊。自必须由他来成立，他也必须由自来成立啊。好，所以没有他性啊，没有他性，没有真正独立的他性啊，没有真正真实存在的他性，所以没有他性。又一切法皆不自生，亦不他生，故无自他也。啊，另外呢，就是说也是引经典啊，他说不自生，亦不他生嘛，啊，所以既然没有所谓的自生跟他生，也就没有所谓的自他了。啊，今言自他者，非别意见，自是他自，他是自他，自他一即，自在说也。所以实在讲起来呢，所谓的自跟他呢，非别意见啊，就是说非别意之见，也就是自跟他并没有分别啊。所谓的自跟他并不是真正可以有分别的，所以他后面讲了自他一计嘛，就是自跟他没有办法切割啊，啊，自跟他没办法独立嘛，所以没办法各自独立，就是非别意啊，他没办法，也就是说自不能离开他，他也不能离开什么自啊，比如说宇宙跟我。离开我没有宇宙，离开宇宙也没有我，所以从我讲，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他没办法切割啊，没办法切割。所以 在佛经里头有讲到说的，生土一如，生即是土，土即是生，生就是正报嘛，啊，这个生五阴生的生啊，身体、身心，这个身土，土就是国土世间啊，国土也就是医报。他说：“身土一如，身就是土，土即是身。”所以也就是说，莲花化身，我们莲花化身的那个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其实就是水鸟树林，水鸟树林也就是我们的什么？哎，莲花化身，生土一如啊，因为离开生没有土啊，离开土也怎样，也没有生啊。好，再来，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关系也是一种自他的关系嘛。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人会觉得说啊，你们念佛都是求外求，都是求他，不求自。其实是没有好好来研究华严经，是不是？没有自，没有他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说阿弥陀佛是好像离开自己，另外有佛，那其实是不懂深入佛法的人，他会觉得说哦，好像有心外有佛。其实心就是自嘛，佛就是他的话，这里告诉你很清楚了。不是离开心另外有佛，也不是离开佛以外有心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这才是最圆满最殊胜的念佛啊，这也就是禅啊，禅人啊，禅要见自心嘛，自心，但是如果在一切法外去见自心呢，你这个禅绝对会修出问题来啊，所以为什么讲到最后是禅净不二？你看，何其自性本来清净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如果真的有一个自性可得的时候呢，他怎么有办法去生万法呢？啊，所以全自即他，全他即自啊，啊，就是自他一计嘛，啊，所以。自是他自啊，自是
你加一个之啊，比较好好懂啊。字是他之字，他是字之他啊。所谓的自己呢，是对他而言才能够说什么叫做字嘛，是不是啊？对他而言，什么叫做字？所以你看、啊、佛很厉害，他不把众生看作他以外另外有众生啊，是不是？所以他说什么？众生都是佛、欸、他没有把佛看成佛以外有众生。如果佛以外有众生的时候，那他就落入自他了嘛，他就落入分别了啊，对不对？所以那我们众生就认为好像、啊、离开我们另外有佛，所以我们不敢承认我们就是佛。佛好像是离开我这个很糟糕的身心以外，好像 有一个很亲近的佛。我们在做这样的分别，但是佛没有。他说清净跟染污呢，其实清净是字的话，染污叫做他、哦、也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心经直接讲的不垢不净嘛、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这个华严义海所要讲的东西，你的修行那是可以说、哦、这个一日千里啊，你就是完全在不同的层次在修了、哦、否则你是落入自他在修。你想想，一个人落入自他在修跟一个可以超越自他，那绝对是不同的等级啊。不管你修什么，你修禅也好，你修净土也好，你反正你修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理这个道理还是很重要。这个道理了解的深浅，对于你四修的成绩会有很大的影响啊、哦。还有我们常讲的三轮体空，对不对？布施啊，哦，我今天布施给你。如果你认为你布施的人、行施的人，哎、哦，好像比较伟大，对不对？啊，你比较可怜，啊、哦，哎，这个你的修行就是档次不高啊。简单讲，啊、哦，就档次不高，因为你觉得你是能布施的人啊，啊、哦，他是你布施的对象啊，好像你比较伟大，啊、哦，但是如果你从这里来看呢，其实能布施跟所布施啊、哦，所以为什么要讲三轮体空，就是一样的道理，没有自他嘛，啊、哦，施跟受，它必须相辅相成啊，啊、哦，前几天我们去化缘啊，去托钵啊，类似啊，去化缘，你看这个施跟受，如果我们没有去摆摊，他们也不会去想要。来，他们也没有机会去所谓的布施嘛，对不对？没有人出现在街头，在那边站着拿个功德箱，你不会，对不对？不然你可以去看看，你去啊、新屋街上，然后没有人拿功德箱，你要钱要投哪里去啊？对不对？哦、啊，那有功德箱，没有人要投你，这个布施还是不能成就啊，对不对？所以大家要晓得说，施跟受，它是必须互相成就的。有受才有施，有施才有受、哦、所以它是平等的，它是一如的，它是一季的，叫自他一季、哦、布施是这样子啊，忍辱啊，啊，另外一个要修的叫忍辱啊，忍辱，我们都觉得说我要忍，我要忍，但是你要去想啊，今天我就常这个也是这个佛经常讲啊，就是说大家要生忍辱，要把握机会，把握你在娑婆的机会啊，因为你到了极乐世界，你要修忍辱有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了。啊，你要极乐世界，你要对着西方三圣修忍辱吗？
还是你要对诸善善人修忍辱，还是你要对水鸟树林修忍辱？你没有机会修忍辱，哎，对不对？但是菩萨道的资粮，他需要忍辱这个资粮啊，六度波罗蜜。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受到委屈了，你觉得受到伤害了，你觉得别人不尊重你了，你也蛮感恩的，他成就了我们什么修忍辱的机会。他成就我们修忍辱的机会，因为如果没有人要来伤害我们，如果没有人要来责怪我们，我们有没有机会修忍辱？没有啊。如果我做什么事，对不对啊？比如说啊，我们黄居士每个他做什么事，大家都给他拍掌，大家都给他鼓掌啊，那他就是温室里的花朵，对不对？他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修到忍怒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忍辱也是能所啊，你不要觉得你很委屈啊，其实是他在帮助我们啊。其实啊，我们假设被人家骂，对不对？被人骂我们的人比较辛苦，还是被骂的人比较辛苦啊？啊，骂人的人真的蛮辛苦，大家都当过父母，对吧？啊，父母有没有对小孩有时候真的蛮气的时候？有没有？父母难为啊，对不对？所以说，哎，你觉得你在忍很辛苦，对不对？其实那个帮你修忍辱的那个人，其实说不定比你更辛苦，哎，对不对？其实你看小孩子就说，哦，他父母都怎样怎样怎样，他呢，其实父母比他怎样更难受啊，是不是啊？你都只看到你在忍，你有没有看到别人也在忍啊？而且人家对，当你在忍的时候，你要想，说不定他忍的比你还要辛苦，哎。昨天跟一些佛友结缘了，遇到一位佛友哈，啊，他很怨他一个，很怨他的一个过去的同修，这个同修已经往生了。他讲一句话，简单讲，他说曾经会打他，会骂他，就是哦，然后他说，他可以对全世界的人都好，他没有办法对他这个先生好，因为受的伤害太大了，受的伤害太大了。哦，我说哦，你一定要放下，不然哦，你先生没办法好好走，你自己也没办法好好走啊。你看，已经到现在，他先生都也走了应该好一段时间了，对不对？那你现在想，他现在的心的不平不安，是他在惩罚他自己，还是他先生在惩罚他？他先生都走好久了啊，他先生怎么还有办法在惩罚他？所以现在让他不舒服，让他不平的是谁？是他自己嘛，不是吗？对啊。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啊！你有没有听过？终于现在视线给你们看一下。真的，这个历史上有个公案，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啊！那个慧谦说法，花倒一片啊！这个。欸，没有啦，是敲桌子敲的比较大力一点哈，其实哈，我们就是都是这样，其实都是自己所有的苦啊，我们自己看清楚，所有的苦其实不是别人造成的，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真的，你要好好去看，苦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其实你认为。你其实你所谓认为的苦，不过就是这些原生原灭的现象嘛。简单，这花倒了，它就是一个原生原灭的现象啊，哦，因为一个因缘，所以它花倒了。
但是如果你是觉得说，哎呀，我插的那么漂亮的花怎么倒了？哎，你就开始陷入一种情境，你不舒服，你不快乐。其实原生原灭是本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会苦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原生原灭的下起了执着，这问题在这里是起了执着，没有放下嘛，没有放下，问题就在这里啊、哦。但是很多人就会很老实的告诉我说：“师父，放下好难哦。放下好难，其实难跟易是不是在一念之间啊？难当然很难，因为你不愿意放下嘛。好像好像讲的这位佛友，他先生都走了那么久了，那你干嘛还要把那么久的事情一直放在心里，让自己不舒服啊啊？不舒服到什么程度？梦里头还会常常梦到，还会包括他的小孩都还会梦到，就是说没有办法让这个人好好离开啊。其实那个人有没有离开不晓得，但是自己心里的阴影一直没有离开，哦，所以说这不容易啦，不容，当然就是不容易啊，但是要想要活得自在啊，你看自在说也啊，自在啊，你要怎么自在？你要自他一计嘛，不要再起自他的分别想啊，不要再起自他的分别想啊。好，最后他就引这个中论啊，论云：自性亦不有，他性亦不无啊，所以自性不可得，他性也不可得啊啊。好，这个就是啊，无自他，就是说，当你了解的《华严经》所讲的这个法界缘起，其实自不是自己有自，是因为他而施设的自啊。那他也不是自己有一个他，而是因为有了自而施设了他啊。所有的二元对立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啊啊。什么叫做干净？你必须有一个相对的叫做肮脏的，你才有办法去定义它叫做干净啊，对不对？比如说这条毛巾，请问这条毛巾是干净还是脏？对不对？哎，在我来看还算干净啊，还可以拿来擦一擦这样子啊，哎，但是拿给邱代叔就说。哇，师父谢谢，不用了哈，这个你用过，这是脏的啊、哦欸，不是同一条吗？啊、哦，这就是定义的问题啦，是不是？啊、哦，同一条毛巾到底是干净还是不干净啊？你要看怎么去定义它嘛，对不对？哦、啊，另外这个对某部来讲它就干净了，可是对一个啊，我因为我已经用擦过两三次了，它其实叫做脏了，对不对？哦、所以说干净不干净、哦、这个其实就看你的施舍在什么，你怎么去施舍它、哦、所以心经讲不垢不净、啊哦、所以说你看、啊、什么叫做富有，什么叫做贫穷，贫跟富它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嘛，是不是、哦、贫跟富 你觉得你现在是富有还是贫穷啊、哦，所以说为什么讲知足常乐，就是如果你能够常往好的地方去想，你自然是觉得你的生活很富足嘛，啊、哦，不然呢，我已经有好多东西了，所以在经典上有讲啊，他说怎样啊，得越多的人，他还是感觉的不足越多，有没有啊？哦得一少一 啊他今天得到一个啊、哦、他觉得、哦、所以才会说哦这个有时候哎这个永远少一双鞋啊永远少一件衣服，对不对
就是他没有满足啊，他觉得不够，所以贫跟富呢，那也是一个相对施舍的概念，所以没有真正的富，也没有真正的贫啊。我们如果套在讲，富啊，没有致富，是因贫而富啊，因为贫穷，你相对那个贫穷的，所以你叫做富了。好，那贫穷也不是因为自己就贫穷，因为相对富的，所以你叫做贫穷。所以我们就是要看清楚我们其实我们都一直活在一些概念里头啦，简单讲叫做概念，也就是是为是啊，我们都一直活在我们的分别概念里头。可是这些分别概念里头，它都不是有一个绝对真实的东西，因为它是相对产生出来的概念啊，贫跟富，你跟我，对不对？大跟小，高跟低，我们一直活在这种分别里头啊，好跟不好，对不对？对跟不对，我们一直活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分别里头。可是这个分别里头呢，其实你分别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吗？它并没有真实存在，它是依于另外一个概念而施设出来的相对的概念而已啊，这就叫做是啊，这就是是啊，分别虚妄的分别，并没有真实的存在。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被这个是心所蒙蔽了。其实，楞严经就在讲这个事情啊，楞严就是把万事当成真心了，虚妄的分别把它当成真的了，那你就是落入的这个生死轮回的苦嘛。但是如果你知道说，其实这里头虚妄的分别并没有真正的实体，那你就解脱了啊，你就解脱，你乃至你就成佛了啊。好，所以无自他。再来61页，六无分别。其实呢，他因为这一门他几个义列他都是很相近的啦，因为他都在讲实际练机门嘛，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偏在讲无分别无自他啊，或者你看下面的63叫入不二，有没有？不二无分别无自他，其实是可以讲是同一个概同一个属性的一个一个说法啦，只是用的字词不太一样，但是同一个异类，串起来是同一个异类啊。简单讲就是不分无分别的，简单讲就是无分别，无自他的分别啊，没有二元的分别，没有二元的分别就是不二嘛。六无分别者，为见成圆小之相，好物非扬者，是自心分别也。即此分别之心缘成而起，寻起无题，名相自亡，是无分别。好，这个谈无分别，首先他先讲什么是分别，什么是无分别啊。首先什么是分别呢？就是你看到这个一个微尘圆小之相，起了好恶之心啊，好就是喜欢嘛，恶就是讨厌啊，你起了这个喜欢不喜欢的这种啊这种感受想法，飞扬就是说这一就起来飞起来了嘛啊，就是你的好恶之心啊在飘动了，简单讲哦，你的好恶之心在飘动，在启动了，哦，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尘相，那微尘我们通常是看不到了。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具象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到张三，张三对我不错，所以我蛮喜欢的。我看到李四，李四他好像，这个看我不顺眼，那我当然也不喜欢他，我们常常。
就是活在这样的一种境界里头啊啊，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我喜欢我不喜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成相里头呢，啊，去分别，然后去喜欢不喜欢。哎，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修，真正修上去的时候，就是像这么在活着嘛。啊，眼睛看到。哦，这个花插得好漂亮，好好哦，哦啊，眼睛看到啊，怎么这样插，插得那么差劲，对不对？应该怎么插才对？啊、哦、啊、哦，听到哦，怎么乒乒乓乓这么吵啊、哦？或者听到哦，这佛号声，哎，我们就一直在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里头去做种种的分别啊，然后起了这个好恶之心。啊，这就是自心分别。我们就自己在做这个事情啊。好，但是呢，他说即此分别之心缘成而起，寻起无体，名相自亡，是无分别。可是我们好好去看我们这个分别喜欢不喜欢的这个心，到底是什么？其实找不到。其实找不到啊，你能够分别这个哦，这个红的，这个黄的，我喜欢，我不喜欢啊。它基本上这个心，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心是缘成而起，是缘对的这些成相而升起的这些好恶之心嘛。所以你的这个喜欢不喜欢的心呢，到底在哪里呢？找不到，这个就是《楞严经》的。七处真心嘛，是不是啊？我、哦、阿难啊，你说你当时出家啊，为什么你会出家呢？因为你看到佛陀，哎，这么庄严啊，这么殊胜，所以起了好药之心，想要跟佛一样，眼睛看到哦，很喜欢啊。其实阿难不知道说，就是这样的喜欢之心会害死他。啊、哦，因为你会看到喜欢，相对的你也是看到什么，你就会讨厌啊，是不是？这是一个相对的嘛，好恶有其好就会有其恶嘛，你有喜欢，你就有不喜欢嘛，对不对？啊，你说你喜欢某人，那意思就是你没有，你不喜欢另外一些人嘛，对不对？如果你看每个人都是完全一样，你就不会说我喜欢他或者我不喜欢他，是不是？如果你真的看待所有人都完全平等，你就不会再去讲说你喜欢谁或不喜欢谁了。所以当你讲你还觉得你有喜欢谁的时候，或者是你认同谁的时候，那就代表着你还有不喜欢，你还有不认同，也就是还有在分别，你还有在分别，这个就叫做好恶啊，这就叫好恶。其实老祖师讲一句，对修行很一针见血的话，他说：“自道无难啊，唯嫌简择啊。”自道无难，要修成就什么无上佛道什么道，其实不是很难，只要放下这个拣择，拣择就是分别好恶啦，简单讲啊，分别好恶啊，你要这不爱黑啦，啊你有介意这不爱介，无要介意黑啦，啊，危险拣择啊，啊。如果你能够真的都不去拣择，不再随着好恶之心去走的时候，你的自道就成就了，你就成就了、哦、好，所以现在去找你的心呢，其实这个就是虚妄的分别心嘛，它其实是找不到，寻起无体啊，你去找它到底是从哪里升起的啊？寻起就是你去找，哎，这个我喜欢，譬如说我喜欢这个毛巾，我喜欢这个心到底是在哪里啊？
我喜欢这条毛巾啊，这个喜欢到底是在哪里啊？我讨厌这个杯子，那这个讨厌的心到底是在哪里？比如说我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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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是在毛巾上面吗？不是啊，对不对？毛巾上面怎么会有喜欢的心？没有嘛。那你说、哦、喜欢的心就在我的心里头，没有啊，这条毛巾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也不会有一个喜欢啊，是不是啊？这个杯子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也不会有一个讨厌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喜欢既不是在你的根，也不是在你的尘啊。这个喜欢跟讨厌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寻起无体，你要去找它的开始，你找不到、欸、真的你找不到。这个你喜欢的心是哪里跑出来的？你讨厌的心又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你好好去找，找不到，寻起无体。找不到意思就是没有嘛，对不对？没有来处，没有来处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存在呢？你能告诉我什么东西是没有来处的吗？杯子有它的来处啊。对，杯子怎么来的？哦，就是有这个塑胶啦，有颜料啦，有人工啊，这就是它的来处嘛，对不对？杯子有它的来处。如果杯子没有来处，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杯子，然后说师傅，这个杯子是没有来处的。如果没有来处就是没有来由，没有原因啊，没有来处就是简单点就没有原因。如果一个杯子可以没有原因就可以有这个杯子，那我跟你讲，那应该可以骗十方法界全部是什么？这个杯子为什么它不需要原因啊？是不是它不需要原因就可以出现？那真的是骗十方法界全部是这个法了。所以没有来处就是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原因嘛，没有来处，找不到来处，找不到原因，找不到起处，找不到它发生的原因，这个事情就是你不能说它有发生了。所以寻取无底，没有啊，你喜欢你是无来由的，因为你找不到来由啊。啊，你找不到来由，所以你的喜欢是没有来由的喜欢，你的讨厌呢也是没有真正有来由的讨厌，都是很虚妄的，很虚妄的，甚至就是很无明的，很愚痴的，根本不真实的东西，你却很执着它。啊，我就是讨厌啊，啊，我就是喜欢啊。所以你看，接下来我们因为讨厌，因为喜欢，我们就开始造业了，是不是？好，你看啊，我们就讲杀业好了。杀业都是基本上都是从喜欢跟不喜欢。哦，你喜欢吃鸡嘛，对不对？哦，你喜欢吃牛嘛？哦，你喜欢吃什么鱼嘛？对不对？所以就怎样？就去杀啊，你喜欢啊，所以你就去杀嘛。你喜欢，所以你就去杀。啊，你讨厌这个人，所以我就要他死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就以最简单的杀业，就是因为你的喜欢跟不喜欢去开始发动了什么杀业。好了，杀业照下去之后，当然就。啊，准备受报啦，祸业苦嘛，啊，业报，因缘果报，啊，有业必定有报，啊，所以为什么新冠病毒，对不对？啊，早上我看一个新闻，他说是一个韩国的网红，因为最近的疫情又在严重起来了，啊，那个韩国的网红他说。台湾根本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地方，
啊，台湾根本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地方。其实现在问题很大了，你看现在 AZ 疫苗，对，早上我看新闻啊，丹麦开始说全国禁打了，不打了，因为这支疫苗，它的风险超过预期，就是它的危险性已经超过预期了，那现在台湾是只有 AZ 疫苗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佛号多念一点呐、啊。其实你佛号多念一点哈，打也没关系，不打也没关系。真的，其实你看打，你要是简单的就是一个叫做业的东西呀、啊。你要是业没消，你有那个业障的时候，你打也出问题啊，不就是这样？所以他现在才丹麦来说不要打了，是不是？然后现在不是只有 A 这样，现在美国自己的交生现在也是说不先卡了，全部就先卡了。所以本来想说啊，全部指望疫苗，对不对？现在最后还有疫苗也不是百分之百啊，它只是说它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啦，什么？它也不是百分之百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打还是不打啊，但是呢，我们只能说打跟不打叫做缘条件啊，有没有造业叫做因啊，因缘果报啊，因缘果报。譬如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业都没有了，待业往生，所以你的业还在啊。可是你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因为它的缘好啊。我刚才讲的，你要修忍辱，真的不好修啊，对不对？你看，对不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不是吗？你说怎么修？不好修啊。可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极乐世界就没有这句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啊，缘不一样，所以缘是很重要啊，所以说缘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说今天打跟不打啊，它是一个因缘，它是一个缘，但是有可能是助缘，也有可能是什么不好的缘啊，但是好跟不好呢，这跟你的业有关系呀，跟你的业。也就是你因嘛，所以我们因缘因缘啊，因缘啊。譬如说买股票，买股票，买股票是赚钱还是赔钱？那看你的因是你过去修的福报怎么样啊，对不对？如果有福报的人，他是所以买股票只是一个缘，就是他的方式而已。也就是说，有福报的人呢？他买股票，他也会赚钱。他不买股票，他去做生意，他也是会赚钱，因为他什么？他有福报，有福报是因，买股票是缘，做生意也是缘，所以我们就要看懂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福报，我们没有布施的因，布施不一定是只有财布施，布施有很多方式啊。对对，有很多方式，所以你去布施的时候，它自然但是它你必须要有缘，就是说你不能说我有福报，我也不去做生意，我也不努力钱就会自己来，也不是这样你必须要有缘所以因跟缘因跟缘。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分别好恶啊，分别好恶的心呢，你去找。找到最后，发现根本找不到，寻起无体。所以名相自玩，没有的东西，你不能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啊？没有的东西，你不能说它是对还是不对呀？你也不能说它是什么东西，因为没不可得嘛，找不到，寻起无体啊。所以所有的分别的名相概念，全部就
不可得了。所有分别的名相概念通通不可得。这时候就是所谓的无分别。也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哦，我看到我听到的这些种种的境界，这些境界这些的我的喜欢不喜欢，这些我种种的分别呢，你深入去分析去找的时候，你发现到说，其实你这些的分别都是虚妄的，都是不可得的，没有一个实体在那里啊。其实比如说我们说正义啊，大家常常都现在强调正义什么什么居住正义啦转型正义啦，什么正义。但是如果你好好去看所谓的正义，它有没有真正的一个绝对的叫做绝对的正义在哪里？找得到吗？其实你会就是一样嘛，找不到，找不到。正义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某个时代来讲，对某一些来讲，可能那样叫做正义。可是过了时过境迁，人也不一样的时候，文化也不一样的时候，以前的正义可能就叫做什么？就是叫做不正义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自以为很正义啊呵呵。不是说我们不要有正义感，我们当然要有正义感，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的正义感是绝对正确的，然后就完全抹煞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这问题就是出在这个你有执着分别啊，执着。所以说但分别情迫说为无分别，非如实目实。所以他说所谓的无分别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了，而是说分别情迫分别之情执破除了。就说你有看到花，你不是说你看不到花了，你还是有看到花然后呢，我有看到这是红花，这是白花，我有看到，我也知道这是红花，这是白花，但是我不会去怎样在上面产生情执。产生情执就是会怎么样？就是我喜欢黄的啊，为什么你要插红的我喜欢紫色的啊，你为什么不插紫色的？我讨厌白的，你为什么要插白的你是希望我怎样怎样啊，不然为什么你要插白的对不对这就叫情执嘛如果没有情执的时候，红的也很好啊，白的也很好啊，黄的也很好啊，紫的也很好啊，因为你没有执着它的，因为你没有执着它，甚至也没什么好不好的问题了，所以所谓的无分别，就是你的分别情执能够破除，而不是说你像木头石头一样根都不知道。这句话很重要但分别情迫说无分别，非如木石，不是说像变成跟木头石头一样都不知道了，不晓得了，不是那个修错了所以无分别呢是知道，可是不要去起情执的烦恼简单讲经云：法从分别生，还从分别灭。又云：无分别智，分别无穷。无穷之相，性分别灭。由分别无体，即分别无分别。由无体不爱缘，即无分别恒分别。
啊、哦，简单讲呢，就是分别无分别，无分别而分别啦。好、哦，那其实这就是什么？我们常讲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嘛，是不是？啊、缘起性空，所以分别即什么？无分别，性空缘起，所以无分别而什么？分别，你不要落入了长断二边嘛，是不是？啊、不要落入了有无二边哦，我们要中道啊、要中道啊、所以法从分别生，还从分别灭，所以这句话意思简单讲就是什么？生跟灭，其实只是你的分别心而已啊。法有没有真正的生灭？没有啊。所谓的生灭是你的分别心而已，而不是法的本身。法本身没有所谓的生，也没有本，也没有所谓的灭，因为法是因缘啊。法是因缘，缘起性空，所以它没有生也没有灭，所以生跟灭是我们在缘起的现象产生的一种概念哦，它叫做生、哦、那相反的另外一个概念叫做灭，其实它是同一个缘起法而已啊，哦、同一个缘起法。譬如说，假设呢，我现在呢，把这个书签啊，撕成一半，对不对？撕成一半，那请问你这叫做生还是叫做灭？哦，你就说哦，这当然就撕掉了，就灭了嘛。啊、书签本来是一张书签，但是其实一张书。一张灭了，却是两张生了，听懂吗？所以你看到的 是一张灭，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两张生了，也就是其实灭就是另外一种生而已。所以 人死了，对不对？我们看到是人死了，可是事实上也就是另外一个重另外一个形态的生命又怎样？又出生了嘛，对不对？啊、哦，那一个人，我们看到一个小 baby 出生了，其实他就是他之前的一个生命结束了嘛，是不是？所以他到底是生还是灭？他不是生也不是灭嘛，但是你会用你的观点去解读。你的分别去认定说，哦，这个叫做生，然后用你的观点去解读，去分别，哦，这个叫做灭，所以根本没有真正的生跟灭，生跟灭完全只是你脑海里的一种虚妄的概念而已啊，只是你一个虚妄的概念而已。好，那么无分别智，分别无穷啊，就是说正道无分别智呢，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是怎样可以有无尽无穷无尽的分别啊，甚至这个就叫正辩知啊，啊，就是正辩知，正就是无分别的意思，辩知就是分别无穷啊，你可以像《金刚经》讲的，你看为什么这个法界这个哪里下了多少雨几滴雨他都知道，他分别无穷啊，他可以知道啊，可是你说他的心在哪里，他又跟你讲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不可得啊，对，所以是就是他就是告诉你说啊，因为这个无分别智而能够分别无穷啊，金刚经那个啊，就是说他能够分别到整个世界到底哪里下了多少雨，他都可以知道一清二楚，就是这么维系的法他都可以知道，是因为他知道空性的这个无分别智嘛、哦、所以也正是这个空性的无分别智呢，可以彻知缘起的
啊，这个分别无穷啊。那反过来呢，无穷之相呢，性无，性分别灭啊，就是无穷之相，这个在讲缘起，对不对？啊，缘起的这个相无穷无尽啊。可是呢，这个缘起的无穷之相，它的性呢，却是什么啊？分别灭，就是说它却是无一法可得啦，就是性空嘛，啊，性分别灭。性分别灭就是性空嘛，啊，性分别灭就是说，所以说缘起是无穷之相，空性就是性分别灭，啊，那无分别无分别智就是性空，分别无穷就是缘起，所以啊，其实就是在讲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啊，啊，那底下还是一样，那么分别无体，分别是缘起嘛。啊，无体就是性空，是不是？啊，所以你去看这个缘起的分别的这些现象，其实并没有实体啊，就缘起性空，所以分别无分别啊，所以你分别这一切法，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法可分别啊。虽然你去分别这些现象，可是这些现象并没有真正的存在啊啊，所以分别而无分别啊。啊，可是呢，你也不要偏于无分别，所以说无体不爱缘，虽然没有真正的体性，可是你还是不爱这些种种的缘起啊。啊，无体就是性空嘛，啊，不爱缘就是不爱缘起，所以性空就是缘起，性空就是缘起呢，无分别而怎样而分别啊，所以这一段其实讲起来还是就是二谛啦。啊，还就是二谛，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来解读所谓的无分别。所以讲无分别的时候，不可以偏到空啊，讲无分别不能偏空了啊，偏空就像目实无心，这样是不对的啊，而是说虽然分别一切法，可是无一法可得啊，分别一切法而无一法可得，所以叫分别而无分别。虽然无一法可得呢，也不妨碍能够分别一切现象啊，那这就是性空缘起啊，这样才是真正的正确的解读到佛经常常讲的这个无分别智，无分别啊，这个法。好，好，那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啦，我们就讲到这里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